喂喂，但系真系讲佢讲呢啲真系唔得，我真系要同大家 share 下啲开心嘢先。嗯，哇，耶，何诗蓓，细一，真系真系细一啦今次。呢场呢个咧就系、是、即系佢第一面嘅金牌啊，就二百米游泳世界游泳锦标赛。呢个系短池泳赛，短池嘅，即系就。冇，即系唔系奥运会五十米一个，佢廿五米，咁佢就要可能要转四个堂咁样咯。即系如果你奥运会标准池咧，就系五十米，咁佢又即系。咁但系我老师我有嘢问啦。咁呢个标准池嘅世界纪录同呢个短嘅呢个池嘅世界纪录有冇唔同噶？分开嘅，分开嘅。哦 ，OK OK， 咁样。咁佢又游出一分五十秒三一。啊、嗯，成功打破了呢个世界纪录啦。嗯，啊，喂，香港运动员破世界纪录啦！世界纪录表示者啊，真系游水啊，大佬啊，游水啊！当然你话苏华伟都依然系呢个好多田径项目嘅纪录保持者。系我哋唔好讲佢住嗰、那个，我哋唔好讲嗰个住，一阵又分又讲又究竟分又打交啦。系啦，又打交，你做乜啫？无端端讲开，对唔住啊，对唔住啊，你又做乜讲苏华伟啫？咁咪细音啊，叫故事者啊嘛。唔系，我即系提下你啊，其实系唔好太过唔觉意，又将佢哋两个摆埋一齐讲啊，唔同噶嘛，系咯，系真系啊，世界大战噶会大爱啊嘛，大老尾。抵闹啊！你啲人真系咁样咁啊！而佢喺呢个世界锦标赛入边咧，都攞咗几面牌噶噃，系嘛？系啊，咁啊，攞咗两面金牌，一面铜牌嘅吓。系一百米自由泳咧，就打破咗呢个大会纪录啦，就夺得金牌啦。跟住之后呢个四百米嘅自由泳咧，就攞铜牌嘅。啊，始终长途赛佢唔系去拿手嘅项目啊。系啊，所以攞到铜牌都攞铜牌好劲啊！系啊，好犀利。系未输过今年啊！即系喺呢个奥运之后啊，所有嘅自由泳佢系未输过，可以话系状态大勇啊！系啊，唔知系咪去到巅峰啊？但系一定状态大勇，冇得啊！以无敌之力还手啊！哇，几劲！我即系讲出嚟都威啊！真系，唔系同埋嗰种意外啊嘛！即系我哋可以上次佢攞银牌咁样，其实大家当其时都喺电视机面前度保住啊！嗯。啊、即系我哋一路睇住嘅嗰个心情，即系又会可能嗰啲，但系今次嗰个惊喜系嚟自吓系咩？世界纪录啊，咁卵坚！之后你就即刻上网碌啊，哇，点解咁卵坚啊？即系你嗰种喜悦系嚟自呢一度咯，即系又真系鼓励唔到喎。喺、一个咁短嘅时间，又突然间，咦，我就佢劲卵咗喎，佢系咪去紧精神时光屋啊？咁样嗰啲，好似仲有得劲嗰只，嗯，系咯。真系厉害！希望巴黎奥运可以继续 keep 住有好成绩啦，为香港喺呢个奥运会攞第一面嘅游水金牌啊！系咁样，系读书都叻，系啊！佢啲英文好劲，做乜捻嘢都叻，系啊！我都觉得系啊，真系真系，我都觉得系，冇得倾啊！真系冇得，你而家叫佢转煮饭都叻，可能你叫佢转行打入跆拳道都好捻劲，可能哇唔出。好啦，我哋开始讲下娱乐嘢啦。嗯，啊咁样，我哋先讲下全民造星先啦。全民造星咁啊，啱啱寻日投票日咁啊，我见到好多人都呼吁大家投票啦。嗯、啊咁样，咁啊，不如我哋跟进翻第四 round 嘅比赛结果先。五万啊？第四 round 先？系咪冇得？系咪冇得做噶啦？今个星期冇啊，今个星期休息噶啦。哦，啊，唔系 ，sorry， 系第五 round， 系啦，第五 round， 咁啊，剩翻嗰25位参赛者就将佢哋分成五组，就抽签决定嘅，佢哋都系抽签决定嘅，就分咗五组，而亦都揾嚟咗五位导师，重量级导师啊，系啦，揾咗五位导师，包括就系肥仔啦 ，Anson Kong 啦，阿 D 啦 ，Lockman 同埋阿 Jer 啊，咁样啊。咁啊，各自就表演一個 item。嗯。咁但係評判咧，我都非常之意外，因為我唔記得往年係咪都係咁噶。咁即係去到最後就係花姐阿 wing
冇啊！阿祖同埋许廷铿做评判，今年先系咁啊！以往今年先系咁系嘛？以往都系揾啲外人做嘅。系咁，因为一去到话，今年你哋四个做评判，我系打过突噶，其实嗯，好咩？咁样你哋四个做翻评判，有好有唔好啦，只能我讲。因为你俾我感觉就系、是、到最后由翻你哋四个度把关。你是想你就真的你咪可以即你突然间觉得呢个跟香港的完善选举制度好撚似啊，明白吗？是啊，我都觉得是。因为其实即你睇返嗰五个 item 呢即当然是喂啦先啦。哇喂边个整啊我哋整啊。啊哇纯粹讨厌佢哋。咩呀你可以看黑色女团细一啊，细一女团啊，细一女团啊，细一女团有边几个啊？芳芳、阿玲同埋边个嚟噶？后边嗰个边嚟啊？芳芳、阿玲同 Karen， 我系支持佢哋。点解啲人乜唔真阿玲嚟噶？我支持佢哋。如果有听众想买得唔得噶？出声，即刻整，我依家识佢靓。黐线嘅机，我既然咁憎佢，我做乜仲着佢上身啊？系啊，支持啊！希望佢哋可以自己大铺晒。系啊，哎呀，可惜放晒啊！如果唔系，我着住睇比嗰个决赛啊！啊，几靓啊 ！OK 啦 ，OK 啦。讲开我即刻咩啊？即刻拎出嚟。好靓啊！唔使得。多谢。好靓喎，质地好靓喎，件衫质地好靓，质料好靓喎。卖几钱啊？卖几钱啊？先得噶。你出声，你自由定价喎，唔系自由定价哦，扑街你哋，自由定价，扑街你哋，耶，自由定价两嚿，自由定价两嚿，唔好啦，我惊冇人买85，自由定价85，两嚿啦，咩85啊，惊冇人买，放心有人买嘅，两嚿一万要落单，唔系噶，我出埋，落单，我哋睇翻吓，我哋讲翻佢哋五个先啦，五组人。咁啊，第一组就系由肥仔啊带领嘅，咁就佢哋唱嗰首 Nobody， 其实我个人就我就非常之唔喜欢呢首歌嘅，嗯，好普，因为我每次听到呢一首歌，我谂起詹瑞文扮女人，哦，咁你对我火嚟啊？嗱，咁你对佢有偏见嘅？啊 ，Nobody 系咪即系嗰套嗰套韩团嗰个？咯咩？系啊。啊 ，Wonder Girl 啊 ，Wonder Girl，Wonder Girl，Wonder Girl， 哇吓，咩年代大佬？我谂起詹瑞文同埋嗰阵时，我记得佢同埋嗰个泰山同埋阿虾头啊，系啊，三个喺度扮，哇扑街！我嗰次我睇到我眼火爆啊，我记得系，嗯、啊咁样咁啊，但系至于你话嗰日肥仔组呢一度就，其实我就觉得就普通啦。唔算好差咯，嗯，系啦吓，咁样，咁啊，睇到啊，我有睇到 A K 咯，阿 D Lock Man 同阿 J 我都睇，我就系冇睇肥仔组。咁啊 ，A K 嗰组吓、啊、就系、是、又系 C K 嘅原创歌啦，咁样。咁、嗯、呢组有啲脚就好捻劲嘅，嗯，其实个脚系好捻劲嘅啲脚啊，咁但系嗰日譬如你都见到阿伟乔，系咪叫伟乔啊佢？宋是不是叫韦乔死了永桥是永桥是永桥的韦乔永桥其实他那晚都是 你都是看着他为什么呆下这样的嗯、啊、这样还有我最不喜欢的那些表现又突然之间出现了咯、啊、即是出咗事之后，阿 CK 不断喺度讲，最衰都系我，最衰都系我，最衰都系我。屌，我即刻谂起男排女将，屌你老味！佢哋咪输咗场波之后，个捻个都最衰都系我，最衰都系我，最衰都系我咁样嘅。然后要阿 Steffi 过嚟逐个安慰佢咁啊，屌咁样，我觉得好捻烦。条段啊，系啊，我突然之间觉得 CK 好捻讨厌，好婆妈啦，我觉得呢个，我仲谂起头佢嘅本身。啊，咁啊，之后去到阿 D 嗰队就简直系惨不忍睹啦。嗯，吓、啊，即系我又觉得阿 D 嗰位，屌你咩，你真系整蛊佢哋啫。嗯，唔系即系佢又喺个镜头面前，佢有讲啦，佢就话咩采取比较放任式
做佢哋自己中意嘅，但系唔系佢哋中唔中意嘅问题啊嘛。你咁当佢哋叫去做佢哋自己中意嘅时候，咁你喺度做咩啊？咁我叫你嚟做咩啊？咁你都要揾嘢做噶，而你能够做嘅嘢，咪就系起码你佢哋作为一个，起码做翻一个合格嘅表演啦、啊。嗯，你哋中意还你哋中意啫，有乜理由歌词早两日都仲改紧噶？玩嘢咩？呢啲，我觉得完全系阿 D 嘅责任嚟噶。嗯，唔系我叫你嚟做咩啊？你企喺度做咩啊？系咪先？咁之后去到 lock man 嗰段就呢、這个就冇得倾噶啦。正路咯，啲嘢就系啊。反而我觉得最好睇喎 lock man 呢个就是、正路咯，正路嘢。系。咁样，至于去到睇啦，系噶，我咁样系，我睇完之后睇 A 大仔。咁啊，最依去到阿 J 嗰组就系、是、阿 B 最憎、啊、最憎嗰啲啦，啊，即系唔使咁多 message 嘅。阿 J 嗰组简直就系唔知道想点啊！你啲 drama haters 啊，唔系啊，你唔系咁样做大佬啊？选女团啊，依家选剧团咧 ，drama 嘢你最憎嘅 drama， 但系我觉得佢嘅表现系一定好过阿 D 嗰组嘅，我觉得系好过。是我唔我唔系，我咧张伯仲啦，我就咁讲，我觉得仲好过 A K 嗰组添。A K 嗰组系唔系？但系因为讲真，五组都差。唔系咁，而家你要评分啊嘛？唔系你要咁讲啊，冇得好讲啦，咁啊收线啦。不如我俾我五组都零分噶。喂，真系收线啦，咁走啦。你真系玩呢五个其实。其实我觉得是的，你好像摆不是我你哪有资格教人啊？我衰啲，可能是阿 D 好啲咋，即系如果要教的话，你呢五个人哪有资格教人啫？你连梁祖尧都教到咁，我觉得尤其 A K 同阿 J 咧，佢哋系好明显系唔会识教人。系啊，你自己都搞唔掂啊！即系你话肥仔可能有，你可唔可以坐好啲啊？即系你话肥仔佢有教开舞嘅，咁可能都有啲底子。佢系姜涛嘅师傅嚟噶。系啊，或者 lock 咩可能有教开舞都系好少少，阿 D 可能做开戏啊，都有啲底。你话 A K 同阿 J 点教啊？连自己都搞唔掂，自己都搞唔掂啊！咁又唔好咁讲，阿 J 自己搞得掂嘅，唱歌嗰方面教人就另一样。系，唔系阿 J 可能唱歌 O K， 但系其他唔系 O K 嘛。系，咁但系我最意外嘅就系。当退到佢哋嗰啲 comment 嘅时候，当评判嘅 comment， 你就会睇到好明显嘅分别啊嘛。嗯，喂，花姐讲到系话，你唔觉得你哋好忙嘅咩？你又要绑绳，又要过嚟唱歌，搞到自己好烦，搞到我好唔想睇啊咁啊！我心哇，即系呢啲你纯主观噶咯，即系啊，佢纯主观嘅。花姐咪贯彻佢一贯黑人憎嘅做法咯，佢都纯主观。其实佢根本心里面有数，已经系谂住包边个嘅，啲评分系谂住冇要包边个。系啦，你即系我就系睇完你花姐嘅 comment 之后，我就觉得，屌咁，其实你心里有数噶啦，即系、啊、绝对系心里有数。佢因为佢去到第一组，唔系去到 A K 嗰组，佢要评分嗰阵时候，佢都话：，喂，佢就系望住梁祖尧讲嘛，佢话：，喂，如果咁样比分法，会抛走我想抛嘅人噶噃。你谂我屌啊！若果咁，你不如走啦，你唔好捻做啦。若果阿 J 个组系高分过 A K 个组，佢点收人啊？喂，咁你但系都要噶嗱，咁你变咗你依家你咪就系直接，你就系话咗俾我听，你嗰个剧本啊，你就系直接话俾我听，就系你心目中你已经有捻咗个打算喺度啊。系啊，佢一系写话俾你听嗰个剧本喺度啦。而佢用啲佢，但系佢用啲乜嘢去包装啊？佢搵啲五个人嚟包装啊嘛。呢下我就嗱，以佢哋五个人嚟讲，以佢哋五个人嚟讲，应该叫做比较多 fans 同受欢迎嘅就系阿 J 啦。咦，系咪佢最多 fans 啊？我谂系啦，我觉得佢以五个嚟讲啊，我觉得佢多个 Lock Man 同埋 AK 嘅，系一定系一定系。咁你谂下，你就偏偏你就咁样评分化啦，嗱，佢哋嘅表现咧，我已经觉得可以唔讲啦。但系你如果用一个咁样嘅角度去评分法嘅话，屌你真系同我讲公道，然后你又走嚟，然后你到最后你都只系我讲比赛边有得话公道噶？吓，屌你有咩咁仲玩乜捻嘢啊？我真系想问，即系求证我吓诶。其实咧，我之前都即系我哋之前嗰啲集数都有讲咧，其实。
大家都即係都知道一個劇本啦呢啲。咁其實我覺得如果你想嗰啲人會即係你其實你心裏有數，你邊個想第一，邊個想第二。其實我覺得個節目組可以幫手啊，唔使花姐佢哋出口啊，你只要俾多啲鏡頭佢哋就已經夠噶啦。系，你其实好简单嘅啫嘛。你如果你想 Ivy 攞嘅，咁你咪俾多啲镜头佢，拍多啲佢可爱嗰一面咯。好简单啫嘛，系咪啊？即系唔使夹硬揾个人出嚟讲一番说话，原来自己有既定立场嘅。咁啊，即系高级做同低级做咯，高级做马同低级做马咯，呢啲分别。高级马同低级马，你高级做马，你高级做马，你梗系潜移默化，等人觉得佢好。是吧，他沒有被人即是他入選了，即是可能他表演沒那麼好，但是你其實你給多些鏡頭他，讓他講多些東西，讓人覺得他可愛的時候，他就算可能表演得差一點，就跟著你給他入到位，那大家都沒話說嘛，是吧？我覺得是反正都是做的嘛，本身他剪接都有做，但是因為我覺得他真的做多了，就是臨尾找那四個人做是你焗住你 comment 噶，但系佢又真系，喂，佢真系完全唔掩饰自己唔公道嗰样嘢讲出嚟啊嘛，唔系咁咪戆居咯，呢啲咪低级做马咯。即系、啊就是、我觉得花姐唔意外，我由睇呢个全民造星开始咧，其实呢一辑嘅全民造星啦，我一路都系争到佢而家，因为好多人争佢真系咧。因为我上个星期咧，我净系睇咧，我有睇，我净系睇佢哋表演咯。跟住之后咧，佢一唔表演，我就即刻打 Pokemon 咯。叻啦，叻啦，叻啦，叻啦。咁咧，而之后到最后啦，就系、是、呢个啦。全民投票选出世一女团咁样，一人一票。咩啊？我哋三个成绩先得。唔使你赢嗰啲唔公布啦。OK 嗱，依家睇下目前嚟讲啊，剩翻呢20位啦，20位参赛者啦。咁啊，目前咧就阿 Sam 就领先，佢就以9个人嘅，即系代当初大家我哋都估10个啦咁样。咁啊 ，Sam 就以9个嘅成绩就领先。其次真第二就到我有8个，啊，跟住又到 Billy 得7个，得6个呀，垃圾，7个啊，垃圾，你先屌啦，乜点数啊？数嚟数识啊嘛，1、2、3、4、5、6、7，屌你数都数错，数嚟数到7个，屌六啊，即明明1、2、3、4、5、6，6系唔去七咁样吹牙咁样啊，咁样啊，咁啊，但系虽然啊，暂时啊 Sam 领先，但系我相信啊，到最因为我哋一直以嚟，我哋依家我哋玩紧嘅嗰个玩法就系，我哋系要拣个女团成员啊嘛，嗯，系嘛，所以我哋先一直以嚟都有一个咁样嘅选择嘅方式。而喺佢哋系点啊？系，我想问下个女团有几多个人咧？冇讲，其实佢未讲嘅。啱啱我头先睇阿仔仔女女730，我有访问嗰个阿 wing 嘅，访问咗两句。阿 wing 佢就话啦，佢就希望喺10个人以内嘅，啊，但系我觉得就唔会嘅，12个系最理想嘅。二个养咁多个啊？其实唔好话讲话啫，咩养唔养？因为你冇翻咁上下数量咧，你12个可以包最多 fans 嘛？系啊，我要12个唔同风格噶喎，变咗系。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揀嗰啲啱晒噶，唔会啊！到最后我相信我赢嘅机会系好大。唔系啊，我觉得最后系会有伟桥，有阿伟桥咯，有 C K 咯，有啊，唔同风格啊嘛，有个似男人嘅，咁冇去啦，我都得噶，唔系咁你，我先啦你，伟桥唔会，伟桥唔会，我都觉得佢唔会。我哋揀嗰堆系冇份噶啦，我话俾你听，我好有信心。咩？即以最尾嗰个女团嚟计啊，系我赢啊！你死心啦 ，Sam， 系我赢。点搏你啫，大佬？系我赢啊，系我赢。但系你死心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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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心。但系喺你女团嘅名单出现之前，原来佢系玩呢样先嘅。嗯，投票。啊！一人一票啊，就投呢、這、一个就选冠亚鬼嗱呢一样嘢，我就真系估佢唔到啦。
因为喂，明明你之前一路玩紧嘅个方向系选女团啊嘛，你点解会去到最后，你突然之间又要我拣冠亚季嘅咧？因为一直以嚟佢哋都系个团队表演啊，而系佢哋每佢哋每冇啊，除咗第一 round 之外，佢哋冇人有 solo 噶。直抽第一 round 直抽嘅时候咯，系啊，咁你同埋系每次佢哋合作嘅人都唔同啊嘛，我屌你，我点比较啫？咁可能我觉得阿妈配阿 Win Win 系好捻好睇啊，配阿苏晴系好捻好睇啊。咁但系有，但系佢唔系弯弯都配佢哋两个噶嘛？咁你突然之间话你喂唔系，你要喺中间嗰度揾一个最好出嚟，我屌！咁即系咁你即系单纯就系变嗰件事就变咗好捻。我觉得冇意思噶，其实之前咧，之前嘅全民造星一二三系咪都系咁噶？之前系有 battle 环节噶嘛？虽则话你分组啫，虽则系你哋不断系分组啫，分组比赛啦咁样。咁但系因为当其时弯嘅，之前有第六弯就去到二十强嗰时咧，就只抽只争十强，争入中奖。系啦，系啦，你都仲有一个环节系只抽噶嘛？咁好睇好多，只抽好睇好多。所以嗰时全民造星三咧，二十强系好好睇嘅，啊，只抽好睇啲，只抽系好好睇嘅，啊，嗰个系啊，咁你依家你变咗又话喂，咁你之前你一直强调，因为你到最后你都冇好清楚话俾我听，其实你喺呢个女团入面，你觉得你需要嘅元素系啲乜嘢啊嘛？即系点啊？你又话我唔系啊，我交俾观众决定啦。咁依家就系，但系嗱，问题亦都出现啦。我又唔知道你拨最后你个女团有几多人喎？虽则我估十二个啫，屌佢头先阿 wing 又话最好十个以内喎。OK， 我就当十个啊。我哋依家嘅投票就可以投到三甲出嚟，咁即系另外有七个系内定咗啦。屌你老尾，一定啦，一定系佢哋控制以内嘅。系咯，喂，屌，咁我就觉得咁呢个节目真系好捻无聊啦。你不如做捻完先话我听啦，屌你。我觉得呢个参与是完全冇意义啊，变咗。我参与咗去投咗个头，我俾你投咗冠军嗰啲，好啦，我依家我投，譬如我投阿，屌我就突然间噏唔出佢嘅名，我啊投阿心灵啦，我当咁心灵冠军咁讲。心灵啊叫。心灵系啦，心灵冠军，咁代唔代表佢一定系 center？ 屌你咪讲，你讲閪咩？所以我系突然之间觉得，哇！屌你乜？你突然之间又变翻到个人投票拣三甲，我又觉得呢件事就好捻无谓啦。最捻仲埋最捻大镬嗰样嘢咩啊？咩啊？所以你冇投到甩咩啊？所以你冇投到，我冇投啊，我冇投啊，嬲够啊！屌，仲要做最尾嗰晚廿六号总决赛嗰晚，廿六号总决赛嗰晚评判系边个啊？屌你乜李嘉欣喎、啊！喂，你拉咗我落水，自己唔投票咧，叫人冲煮餸啊！唔系啊，我叫你玩嗰个唔系呢个玩法啊嘛，我系拣咗，我一直我都系玩紧拣女团嘅游戏噶，我同你哋。屌、啊，但系你到最尾 Viu TV， 你要我拣三甲，我屌你妈，我坐你右味啦，我仲要陪你癫啊！屌你咩又冇奖品嘅，我顶你个肺！有冇奖金嘅？即系赢咗？我唔知啊。嗱，我记得上届系有噶，临尾佢会抽噶嘛，佢会抽电话号码定系乜鬼啊？佢哋有奖品噶嘛？唔系啊，我指譬如啲参赛者啊，应该都有嘅。咁我唔知啦。第一届就100万嘅，系跟住嗰啲我都唔记得啦。Viu TV 艺员合约一份。合約一份八个数有底薪咁样，系啊，我觉得好耐，仲要李嘉欣做评判，另外嗰个九唔搭八啊，麦兆辉，辉啊，真系晒头啊，麦兆辉，你拍戏都未必话真系好捻好睇啦，依家今时今日，咩未必好睇啫，未必咩啫，直头唔好睇，而家拍，咁佢都曾经好睇过啊嘛。是的，我只能够咁讲啦，系咪啊？咁谷德超我都尚觉得佢啲叫做娱乐性丰富，佢嘅人都叫做合格啦。喂，但系 firm 咗系有李嘉欣系嘛 ？firm 咗啦，一定系啦 ，firm 咗啦。咁我依家唔投 Ada 啦，
我真系恭喜你啊！耶，系啊！有冇个叫红恩嗰啲啊？红恩有冇姓红啊？冇啊嘛？有就有你冇运行啊！屌你咪买一张局啊！佢会唔会？佢会唔会同你讲？我真系恭喜你啊！赢咗。是都挺好的，是即刻喂，如果他是不是他颁奖的时候，他颁奖的时候你看到他呢，即他未必收到音，他颁奖的时候他会走埋，譬如他走埋去阿 Marv 那里说恭喜你，跟着 Marv 就焗蟹咯。咁就好啦，好笑啦，唔系阿 Marv 未必识，心灵一定识，咁全部都识噶啦，而家唔知啊，我觉得屌你，喂李嘉欣啊，咁多年嚟就一个一个香港最捻有名出捻晒名嘅花瓶啊嘛，屌你有咩？你之前你花车有人又讲咩？我唔系选花瓶啊，啊我最睇唔起嗰啲靠样入围嘅人啊，乜乜乜齐齐又成，乜捻嘢都讲得出。屌你！你们又揾一个香港最出名的花瓶嚟做评判喎？我真系花瓶到系啊！我谂佢同杨公如果要话一二啊拍埋一齐，系杨公如咪紧接佢其后咯。系啊！哇！我睇嗰阵时候睇佢都系做袁振合啊，李嘉系咪啊？李嘉系袁振合，系啊系啊，做袁振合，哇！咁做乜嘅？我仲系记得佢净系靓啦，佢套戏个样都佢套戏个。做戏方法都一模一样噶，咪就你嗰阵时睇佢嗰啲，你睇佢嗰啲电影，香港版巨石强森啊，啱啱寻日晏昼无线做都系做咩？做赌城大亨啊嘛，嗱，又系第二集，又系有李嘉欣嘅，即系套套都系咁嘅样啊！你黑马王子啊咁嘅样，系啊。真系嬲捻到，我唔投啊！系啊，仆街啊！讲起呢即系呢个年代，即系嗰个即系上一个年代嘅花瓶都其实都多，关之琳啊，大部分都系花瓶嘅。杨公如啊，应该话大部分系黄祖贤好啲嘅。唔系，我谂李嘉欣可能即系而家做评判会心谂，哦，呢班女有啲都几靓啊，咁辛苦嚟做乜咧？屌，比起我当年嘴安小姐呢啲根本就叫做肉酸啊！佢话咁明明个样都好靓啦 ，Ivy， 系咪先？你使乜又要练歌又要跳舞啫？唔使噶，加油！系啊，加油！系啊，有好多方法令你变做女主角噶，我教你啊！屌你咁样作践自己，系佢评语嗰时候可能咁讲啊，咁我觉得好睇喎。咦，头先你话嗰、咦，唔系咩？你头先讲嗰个女星嗰个名叫咩名啊？关之琳，仲有咧，杨公如、黄祖贤咯，系啊，黄祖贤，我记得黄祖贤都上叫做系好啲嘅，上叫做攞过下奖嘅。咁佢做倩女幽魂系好睇嘅。而咁佢个样又真系好靓嘅，但系嗰阵时真系都有好多女星咧，都系即系尤其是咧，你特别去睇嗰啲咩五福星啊，精装追女仔嗰啲咧，就摆到明全部都系花瓶嚟嘅，系父权社会嘅牺牲品咯、啊，绝对系啊，唔系我都冇攞过奖啊，算啦。好啦，咁啊，全民造星讲完啦。嗯，我哋又进入今日嘅重点主题。我嗱，其实我成个心路历程系咁样嘅。唔好住先，你系咪想讲你叫我哋睇嗰套先？系啦，系啊，系喎，你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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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呢个先。